故事时间。木木在干嘛？木木，你猜猜看，你猜猜看嘛。狗狗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戴着眼罩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色纸是什么颜色的嘛？哎呦，你猜嘛！啊，好啦好啦，那我随便乱猜喽。好啊。就是绿色，不是，这是橘色，不对，哎呀，那这是紫色，不对，那这是咖啡色，不对，哎呦，我不猜了啦。很难吧？哇，我都看不见了眼睛。哦，当然啦，我眼睛都罩着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怎么可能知道是什么颜色的嘛？就是嘛，哪有人要别人看不见却要猜颜色的？搞不好木木很厉害呀，办得到我们办不到的事啊！我呀，才没有那么厉害。我看你们啊是寻我开心。哎呦，哪有木木刚才的样子真的很无奈，也有点滑稽哦。我没有要笑你哦，木木，因为你平常不会这样嘛。哎，狗狗，我们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啊？没什么了。我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找点好玩的事来做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班同学都能闻到很多我闻不到的东西。老师说，我们班大家闻东西的能力退步了，所以说要加强大家的成绩。最近常常要我们戴着眼罩来练习闻东西，可是，唉，好难哦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刚才你要我猜颜色的那个游戏有什么关系？不一样啊，眼睛看不见的时候猜不出颜色，很自然嘛。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鼻子还是可以闻得出来啊。而且你是狗啊。对呀，如果狗狗闻东西的能力不厉害，那真的是太那个了吧。原来在狗狗的学校里也有成绩的压力哦。那我们来帮你练习练习吧。好啊。那我现在啊有一个袋子，我们等一下呢给狗狗戴上眼罩，然后我们来帮他练习，让狗狗啊一个一个来猜，一个一个来闻哦。来，狗狗加油喽！加油！好，戴好喽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来，猜猜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闻闻看。这是花香。但是，这是什么花呢？猜猜看嘛。好像是玫瑰花。答对了，太好了，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呀？加油！好，来，那狗狗，你再猜猜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味道，好酸哦！是什么？是橘子吗？有点靠近了，有
有点靠近，再猜，再猜。对对，来，加油，用力闻。对，猜猜看，对，猜猜看，对。什么？好像是，柠檬吗？对了，终于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来试试看这个圆子，来闻闻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是什么？球吧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哎，好，没关系，再来。那是这个，这个。哦，可以答对吗？你加油，你加油。苹果，苹果吗？好，那再来。那这个呢？这个。猜错。咖啡吧。哦，笨蛋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那个呢？哦，鞋子。哦，对了。再猜一次，再猜，再来。哦，鸡蛋。鸡蛋。鸡蛋。哦，天哪！狗狗可以猜得出来，狗狗加油！好，什么呀？是什么？你猜猜看，没关系，不要怕。什么啊？这个你一定要可以的啦，不然你怎么可以称为？可可可可可可，我咳嗽，来。加油，不怕不怕，我完蛋了。你别怕，来，不要害怕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不要气馁哦。再闻一下。我知道，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好熟悉的味道哦。哎呀，拜托你啊，你平常有在当狗狗吗？我知道，是香肠吗？啊？你再猜一猜，再猜一猜。哎呀，我真的快要抓狂了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不怕。不是，不是，是骨头。耶！答对了，大豆，你很厉害。帮你拍拍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来来，把眼罩拿掉。哎呀，真是辛苦你啦，狗狗。我好像和其他的狗不太一样啊。别气馁啊，只要多练习啊就可以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多闻几次，味道就记在脑海里了嘛。要是我看得到，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了。真的耶，所以能看见真的太重要了。是，许多啊看不见的人真的是很辛苦的，很了不起的。而且啊，他们闻东西、听声音都要比我们更加的厉害哦。真感谢上帝。让我看得到哎！是的，感谢上帝啊，赐给我们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见，这啊是上帝的恩典哦。在哪里呀？这看不到哎。你们两个啊，在做什么呀？我们在想象。想象，我们在想象看不见是什么感觉。对呀，刚才我们觉得狗狗怎么会猜不出来？其实如果是我看不见的话，一定也有很多东西猜不出来。我也是。真的耶，我想啊，我也是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听一个在圣经里面有关瞎眼的人的故事哦。啊，真的呀？我要听。好。
有一天呐，耶稣和门徒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人坐在路边乞讨。乞讨的人哦，是不是就是没有家、没有工作、没有东西吃，然后坐在路上向别人要钱、要食物的人啊？是啊，而且啊，这个人不但没有钱、没有吃的，他还是一个瞎眼的人。啊，真可怜耶！那个可怜的人呐，从来没有用眼睛看过，生下来就是一个瞎眼的人。那他也从来没看过他的爸爸和妈妈喽。耶稣的门徒，也就是耶稣的学生，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其实我也有点想要知道哎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：“老师，为什么这一个人呐，一生下来就瞎眼了？他犯了什么罪？还是他的爸爸妈妈犯了什么罪会这个样子啊？”对呀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所以得到这样的惩罚？有时候人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很容易这样想。有的时候却不都是哦，因为啊，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任何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从来都不犯错也不犯罪了呀？那也不可能啊。耶稣啊就回答他的学生说，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爸爸妈妈犯了罪，而是要在他的身上让人看见神的伟大和荣耀。然后啊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哦。耶稣走进那个瞎眼、天生瞎眼的人，吐了一些口水在地上，和了一些泥巴，就抹在他的眼睛上。哎呀，口水跟泥巴和在一起哦。贝贝小姐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个时候眼睛看得见重要还是用什么方法重要？耶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啦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的确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做法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啊要用这些或者是那些的方法。这时候需要的是人的信心，就是相信神。然后啊，耶稣就和瞎眼的人说，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吧。瞎眼的人啊，就按照耶稣和他说的去做。洗完了之后，哎，好奇妙哦，他就看见了耶。哇，看见了。对啊，他可以看到池水，看见天空，看见走来走去的人，看见所有的东西哦。哎，还有啊，他不是从小就是瞎眼的吗？他的邻居啊，和常常看到他在讨饭的人，就把他围起来，就走到他的身边。就有人说，哎，这不是每天呐都在地上讨饭的瞎子吗？又有人说，应该不是他吧，只是长得像啦。哈，竟然还有人不相信哦。人家都看到了还不相信，真不敢相信。那位啊以前瞎眼的人就说，是我是我，我啊就是从前瞎眼的人，是耶稣和了一些泥在我的眼睛上，对我说去希罗亚池里洗一洗，我去一洗我就看见了。他自己都这样说了，应该不会再有人不相信了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还是有啊。就算呐、有人把瞎眼的人的父母叫去问话，证明他天生就是瞎眼的，可惜就是有人不愿意相信，就是硬着心说什么也不肯相信，还啊把他给赶出去了呢。真是又可恶又可惜呀、
耶稣啊，知道了他被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了他，就问他说，你相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耶稣说，先生，请告诉我谁是神的儿子，我想要信他。耶稣说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你已经见过他了。哦，他回答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。就向耶稣下拜，他非常的感谢和高兴，让他能看见爱他又医治他，让他能看见的耶稣哦。真棒！你们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啊。我看到小朋友在踢球，我最喜欢踢球了。是哦，我呢，我看到有荡秋千跟溜滑梯，我也最喜欢妈妈带我去公园溜滑梯荡秋千呢。那你喜欢玩滑板车吗？ 我看到小朋友玩滑板车。我不太会耶。感谢神呢，大家啊，在这张海报上所看到的是我们平常都觉得很自然的事情，我们都会觉得这我们本来都会的啊，也是我们喜欢的啊，也是本来就是我有的啊。其实啊，我们要仔细看一看，不管是你的手、你的眼、你的鼻子、你的嘴巴、你的脚、你的家人或是朋友，没有一项不是上帝的恩典哦。可可，我问你哦，你比较愿意看不见，只要能闻、能吃就好了，还是比较愿意看得见，但闻不到味道，或是没办法吃东西啊？哎，你这个问题很奇怪耶，我不会回答啦。为什么嘛？你想想看啊，是要看得见还是看不见？要闻得到还是闻不到？要能吃东西还是没办法吃东西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啦，缺少一个功能都不行的啦。要是你的话，你选得出来吗？我？哎呀，真的耶，每个功能都重要，少任何一种都很难受的。就是嘛。感谢神，一切啊都是创造我们的神所赏赐的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身上所有的器官跟功能。这真的要马上就向神感恩。我也要马上向神祷告感恩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马上一起来感恩祷告吧。感谢天父，让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到你所创造的万物，我们要常常来感恩，也珍惜天父赐给我们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手，还有一切的一切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真的很容易一下子啊就忘记上帝的恩典了耶？从现在开始，每当你能够看到、拿起东西、闻到香味，可以做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再抱怨咯，要常常感恩，常常谢谢身边的人和爱我们的天父。下次啊，我们继续一起跟着耶稣的脚踪走，学习更认识耶稣、更爱耶稣哦。大家再见咯，拜拜。敲敲敲，哪里建造？
星。